中央继续加金饶边系铁九界点合部文化台将嘅地主，继续片中间嚟向下传奇老铁峰风土嘅故事。第一摆地将嘅作品，身为正经嘅人，系佢两千空闲年嘅下，去到加民府刻山发现嘅古。金饶边出工除了天价跳差，创作嘅下也为老铁家上作系故事嘅主角。透过文字为本土者也唱戏，戏到现场中呢。一张张登山的照片，是作家金耀明为到作品成为真正的人，来到假面湖的山下，行于故事现场来翕的照片。成为真正的人一本书，讲的是台东三叉山的空难做配件的故事。金耀明透过田野调查，寻到故事创作的想法。那边个行动啊，伊熟悉，轻量的去切，油麦个资料做来去熟悉起来哈，你做表面深度，旧的你做老爷个主角哈，就合二为一。我你们也做一下个创作个亲厚的歌唱。金耀明同位同木易严肃容易作品，咩本人按照成乡土嘅风格嚟作家，对阿娘嘅评论，金耀明表示，木易确实系佢当重要嘅创作养分。好，那是一个客家人，那个客家意识较重。故说我头摆吼，做几下个小说，像一个神笔的茶，一个词句，完全是像个苗栗故乡的故事。尤其是一个词句吼，是像个出生苗栗的食堂。对我来讲吼，因为像一个台湾的历史有一部分吼客家人情重要，故说我对一片吼。让我七家认识的客家人客家文化全部做老强化表演去。金耀明是许多邀请到苗栗三分图书馆演讲，佮会用自己作品《棒茶手指》来做主题，分享创作的心得。一道自己粉丝咪只几篇文集，作家蔡孟出名的世界欧阳版图稿。金耀明因为爱神秘作家，认真写法当重要。写个文章写作吼，轻松要按认真来写法啦。因可能也个生活当中吼，有当多的东西做在表演也个文字地方。故说也就讲吼，认真生活真重要。认真生活吼，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创作啦。金耀明表示，除了熟悉故事、认真生活，母语同家乡，每喺佢创作过程当中重要的养分，点点滴滴慢慢的来累积，变作一下得到文学大奖肯定的基础。客家新闻总之面台中报道。